新的一周要打起精神来。你也是，我会陪着你的。
与此约定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目标锁定，发呀！
舰长，现在还觉得疲惫吗？今天陪我在村子里安装了一天的传送装置，一定很辛苦吧？那便好。油嘴滑舌。竹云斋的桂花糕出锅了，刚蒸好的桂花糕最是鲜软香甜，我要买。哇，这里也有卖莲花酥的呀，我倒要看看这开酥熬砂炸制的功夫，是我皇国的御厨厉害，还是这点心铺的师傅厉害。刺客先生，我要那个，给我买。舰长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有什么变化？怎么个适合法？舰长，我们快点回去吧，这么多的吃食，再不及时享用，可就浪费了。舰长，来尝尝这个吧。Thank you.
舰长好眼力。是啊，可爱。就像舰长眼里穿上这身新衣服的我一样的可爱。舰长，这可爱的糖人是我亲手做的哦。嗯哼，所以你得快些吃掉它才行呢。对着这么可爱的糖人，你在犹豫什么呢？来，刺客先生，张嘴，我喂你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没错，仔细品尝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哦。是大蒜哦，用来驱邪避煞是再好不过的了。我看西方那讲蝙蝠妖精的话本子里说了，有了大蒜，邪魔就不敢近身，对吧？哎，你怎么真的吃下去了？都没做错，只是你现在一张开嘴就是一股大蒜的味道。着什么急？喏，这里还有些茶叶，你放入口中干嚼几下就可以了。无妨，我又不介意。你看，今晚的月亮可真美啊。没有，只是在鞋中加了一层棉垫，稍显高了些。哼，你其实早就看出来了吧，一路上都在装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可以安静一会儿了。就这样陪我静静的看会儿星星吧。
Thank you.